要下雨，它灰尘那个冲去跑的，它不下雨嘛，始终那个灰尘都在这。爸妈，哎，嫂子 ，Hello， 这是嘛的？我老张带回来的，你带点啥回来？快点提着。你是干啥呀？哈，酒带些个么？哇，今天呢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不是很快就去上班了吗？我想了一下，我们家你看，大哥在外面，对不对？家乐也出去了，然后爸爸他就是在家里面养病嘛，对吧？谋家兴嘛，就不用说啦。虽然在家里，但是他整天忙来忙去的。今天我们三个好好的喝一杯，怎么样？喝酒啊？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不醉不休啊！那下酒菜也买好了。这里。哦，这里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找了半天找不到牛排，只有鸡排代替。没关系，等会我们来弄火锅，弄烧烤加火锅，不醉不休。好嘞。先坐嘛，先坐。哎呀。你的大扫除啊！啊，知道你要回来呀、啊？不是，这个天气下雨，它又不下，所以天天搞一搞。那天我看毛家兴在冲冲冲也是，灰尘多的，拿着了行。坐嘛妈，辛苦了。妈坐，坐吧，小雨娘。你吃早饭了没有？我吃了。他肯定吃的，他天天找不过，每天把什么的胖我喂那个什么，而且走路拐一拐就到的时候。生活得好得很的，他真的老胖了很多 啊！他天天不要他起来弄他早上起来知道着就弄了好的给他服侍给他起，他不胖嘛，可是真是标准的贤妻良母。这真的没有，我不是都去上班了，他就没这个待遇了嘛，对不对？趁着在家里面搞一下，嫂子你说是不是？就像大哥回来，你还要帮他半夜煮面条，是一个道理。那你们我说的吧，小的时候我妈养他们是他小时候说的。妈，我回去考研的时候，他们睡在包夜盔头，都给睡着了。弄些面条的，眼睛闭起，张嘴巴我跟他喂。现在大的嘞，好大，你们媳妇儿现在心疼他，一个个的。你看，妈真的是感到起，真的是幸福了。因为媳妇儿照顾我的儿子啊，我比么子都放心。因为你们的那两个媳妇儿对雕工都那么好，真的是妈在哪里我都放心。我的儿子。有福气，娶到你们些好媳妇儿，真的，妈也有福气。我们些老大爹跟着你们，跟着我那些儿子和这些媳妇儿享福啊，这是应该的嘛。人是不香的，是，其实你那几个儿子对我们也好，是不香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其实也是的，都要互相体贴，夫妻两个都是这样吧。有困难呐、都互相去。理解，对，像你和爸一样携手一生。对，其实夫妻之间到最后就是亲情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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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现在都没什么爱了，我感觉都是亲情。就是的哈，结了婚了有孩子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都是为这个家，都是亲情。没结婚的时候都是谈恋爱，是吧？现在都没有浪漫，打电话就是生活。喂，这个么？吃饭没得？对，还不睡觉、哦？对，我那个就是，女儿怎么样啊？今天拉了没有？吃了没有？是那个，都是日常生活嘛，家里面的那些小事，都是有人关心的嘛。每个人都是，他急了，反正是这样子的哈。每现在像你们这个时候的小家庭，就是每天就是记着家里面那些琐事，孩子，家里面的活路这些东西，就是这些，其他没有啥。人正常生活就是这样嘛。事业家庭，一生就完了。对。哎，你莫看嘞，现在我也喜欢喝点酒哎。我一般我是晚会喜欢喝酒，我现在又是胃不得好，很少喝酒。像以前我不喜欢喝点酒哎，啊，他们你爸爸他们喝的时候，他倒点白酒那些我都喝哎。哎，你记得不？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年，我才结婚那年，我跟你摆笑话哈。那时候你二叔他们，那时候急准备得不及，那时候他们你二的他们都没来，他喝酒的时候。然后他爸爸30万是29，是30要团年了嘛？我们把爸爸，然后把酒倒了喝那个后，我们一个人那个一次性杯杯了，我们一个人2杯白酒哦，我又喝2杯，没醉，还推爸爸，最后把爸爸还推出来了。嫂子，你好厉不厉害？女中豪杰在这里。那个时候真的。为什么是我们家的管家婆？现在不行，是不是现在胃有点不好，所以我都很少喝酒，喝了我还不醉。小酌怡情嘛。其实我也好久没喝红酒了。是吧？
天天被这些家里的事情打磨了。是啊，都忘记了那个红酒的味道了耶。今天我就让你们回味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我们喝醉，不醉不归。不是啊，嫂子，我看到你家那里一排排的红酒杯，然后我没看到一支酒，我想问一下你，你跟大哥是拿着那个红酒杯喝牛奶吗？我们拿着喝开水，月亮想得周到哎，要去上班了，哎呀，我们一醉方休啊，应该的嘛，对吧？是我说的嘛，哎，我这辈子真的是他们说的是，真的是啊，做到什么好事全是修来的，这几个两个媳妇哈，都是条件在娘家的时候比我们好。在你看走到我们这来，不嫌弃那不嫌弃那，还有一个打造成成跟我一样的，连小月娘都跟我一样的家庭妇女，她打造的，所以，哎呀，我真的想想一看，把我的儿子养老都扶助他，事业那些都帮助得好好的，真的我真的是太感激他，看一下你们那些媳妇儿。对，你看我现在晒的、这个、我就是啥，我就是说的吧，你也不晓得，我是要说，我不晓得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的嘛。没事的，我回去上班就是白的，有个感受，对吧？哎，我再说，我些儿子也是跟妈一样，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娶到你们些媳妇儿。你看嘛，像小凤也是吧，家们选到杭州，还一心挂鸡头，随时还担心他的那边的业务啊、物资些啊，随时打电话关心啦、经常在屋里两个闺女带去洗碗那些，哎、辛辛苦苦的都支持他到杭州去发展事业。我嫂子是我们家的财务总监。所以我们的那几个儿子的，都是娶到你们媳妇，就是他的幸福嘛。你儿子也太幸福了。妈，要得。哎，人是相互的，你说我们也好。哎，对，你看我。什么都不会，在这里休个产假，你和大嫂教了我多少，我现在很有成就感，在家里我做什么饭菜那些都会，对吧？是啊，是啊，鸡了，对呀、啊、嫂子还经常告诉我那些鸡要怎么吃，不能一下子搞这么多，是多了不行。鸡它也是动物嘛，跟人一样的，反正对，所以你看学到很多东西啊，都是相互的嘛。我该怎么办啊？我黑成这个样子了，我都像个黑瓜皮了。我也晒黑了。哎，你要不这样好不好，我弄点纯牛奶跟那个玫瑰花给你泡澡好不好？你就把它等回来。我就问你泡一下会变白吗？天天晚上泡吗？我说出来天天晒很了，要不晒太阳它就不会黑了。你看我黑成怎么样？啊，你看我啊，你看了啊，啊。妈，那我吃这个地方一节就不一样。多看到没有？这一节看，那不晒得黑了。我也晒，我这一节跟。镜子吃这一节不一样，它就是没事。主要在夏天冬天就好了，它晒很。爸，你黑不黑？